录一个很完整的 vlog， 因为我经常会忘记带了相机的存在。为什么要录这个 vlog 呢？因为今天是准备飞北京去阿那亚的一天，这回呢还是一年一度的带家里的老人们夕阳红团队去度假。我比较坚持每年都能够抽空一到两次带他去玩吧。我觉得老年人可能年纪大了之后呢，他会有一点不想出门，但是我觉得跟那个去健身呢好像是异曲同工吧。早上起来的那一刻会比较艰难，但是你要是上了跑步机，你健身完了又觉得挺开心的。看这次 vlog 成不成功吧，我只想觉得这个是一个记录，带着好朋友们家人们一块出去玩，我觉得在七老八十的时候看着也蛮有意思的。千万不要催我，不要催我，求求了。日本哦，弟弟非常旅行了。 Hello， 拜拜拜拜。好，把我一个人留下了哈。下雨，小雨绵绵，相机没电了，被自己离谱到了。我希望能够支撑一下，我就是废话不多说了。嗨嗨，我已经到了阿那亚啦。嗨嗨，外面有一个泳池，像个台球桌。今日份晚餐，这个是中西，还有意面。没错，哦，在广东那边，意面和饺子，好馒头，好吃吗，爸爸？早上好，大家早上好。昨天晚上那个枕头汤，我感觉我好像是坐着，刚刚换了一个软软的枕头，希望今天晚上能睡好。可惜啊，外面。我拍到海鸥哎！别在沙滩上乱扔垃圾哦！你看人家都在收拾。现在已经是快一点了，反正我跟我爸妈还有奶奶、外婆出来玩，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办法特种兵旅游，所以大家一般都把我排除在外。他们干他们的。有一个 bug， 就是约的酒店没有健身房。我们出来了，这个天气来阿那亚，我觉得穿皮衣很合适。看看，海边，鸽子。我们来到了阿那亚大博物馆，哎，人呢？人多了，关闭。不错喝，不错喝，不错喝，就是不错喝，其实还不错，不错喝，干了。嗨嗨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，而且今天运气很好，出太阳了。谁没事穿毛衣来健身？哇，刚健完身出来的。哎，这看起来这家店叫 Doy， 走 ，Let's go， 耶耶，你不想耶可以不耶，很有情绪价值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好陡啊，我要爬上去。哎，我有点喜欢阿那亚。今日份第三杯咖啡 ，Cheers。浓，大概今天晚上睁眼到3点。望着夕阳，夕阳里的西西，双西合一。天黑了，黑在哪？今日份的晚餐，
好多海鲜从我面前划过。回到酒店了，等等，安姐她呀，吃什么？一屁股压扁的可颂。一个像面包的，像芋头糕的苹果。耶耶！安那亚 day two，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的是咖啡厅，什么咖啡厅不知道，就是逛到谁买谁。对，看，哦，好可爱，这是昨天送的礼物。耶耶！走，逛街去了。他长得高，手长就是好哎。对，拿这么远。嗯，这几天我们录的 vlog， 大家都知道我们。这个头一下穿的什么 ？OTD， 耶、yeah ！还是这个皮。我们要开始抓娃娃。这窝瓜是什么？这窝瓜吧。哎，双击三三三。哦哦哇！所以啊，人就是不要对任何事情抱有希望，这是在多努力。我有点被惊到了，天哪！来展示一下，我好可爱这个。哇，差一点。有点东西，我紧张了。而且是单手操作。好，好，你好。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一天，有一种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感觉。因为奶奶他们去海边逛过，现在在一楼等他们回来退回来。饭晚餐，烤肉们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去拍新欢啦，拜拜。在这样的日子里留下心底。哇，好冷哎！哇，在这边，呜、哦，看，好漂亮。这是什么？好看。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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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。Just a touch of your hand, you make my heart beat faster and slower. Now I've got sunrise. Hi hi. 我好潦草啊，今天。我本来觉得我挺潦草的，但是看着你，我感觉我好一点。看，我戴了这个多余的小帽子，多余小帽子。这天我是阿那亚的最后一天，早上就是疯狂收拾东西，忘记录了，又忘了，关着。今天有点小失败，准备出发。我现在已经练就了十分钟，完成所有的装备。虽然很糙哈，但是下一次我可以想办法给大家出一个那个卷发教程。哦，卷发，我卷发卷的好吧？今天晚上我们打算带老年人们去吃烤鸭。你想吃烤鸭吗？想吃。多想吃。从前年就想吃。不是他的毛好蓬松啊。哦。Hello.